光复乡公所去年首推太巴朗部落建省小旅行之后，有感于部落导览解说人才匮乏，因此今年度特别开办了8堂导览解说研习班，吸引了各行各业民众报名参加。而今天第一天是由拉索埃涌泉区负责人陈玉忠担任讲师，带领学员们从静态的室内简报到动态的户外导览解说，要加强学员们的实战经验。光复乡公所开办导览解说研习班，第一堂课如何做一个好的导览解说员，担任讲师的拉索埃涌泉园区负责人陈玉忠简单破题。照不管你，拍照，所以我们不要有挫折感。除了静态的室内简报说明，讲师陈玉忠也将学习场域直接拉到户外的拉索埃涌泉园区，直接进行实战教学，带领学员从室内一路解说到户外，每位学员收获良多。因为参加这个小旅行是能让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及知识能够更加强。并不是第一次来这边，我来了很多次，我觉得这边的一些风景民俗等等都非常的好，而且我也觉得是一个能够介绍给我其他朋友或者其他一些朋友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参加。其实部落很多文化内涵，其实想借着这个参加解说班，把部落的好跟美让人家知道，那顺便把外面的人带到部落，了解部落的深度内。光复乡去年首度推办太巴朗部落建省小旅行，获得各界好评与回响，但也从中发现在地导览解说人才及专业度不足，因此特别向原民会争取台彩公益彩券计划经费，今年开办8堂的导览解说研习班，希望能够强化导览解说能力，进而提升部落小旅行的导览水准。我们这个课程总共是45堂课程，能够培育我们光复乡所有的子弟，能够透过这个课程呢，能够透过这个学习成为一个优秀的了解当地的解说员。仅有30个名额，一推出就立刻被秒杀，而今天开课出席率更是超过100%。光复乡公所表示，今天只是第一堂课，接下来的43堂课规划各式各样相关课程，邀请知名讲师来授课，希望每位学员都能认真学习，未来能够将所学专长发挥在导览解说领域上，借由优质的导览解说服务，进而带动光复乡的观光旅游产业。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